一冬记得雨秋。哎，这个膜要不要撕啊？它上面有个膜哎，应该要撕掉。对啊，那个膜，然后丢下去，变防水球，很尴尬。哎，家里没浴缸是吧？还真是，丢下去啦，绿色的浴球，里面好像有个玩具吧。就这样而已哦，我想说会有七彩的颜色，没有啊，没有七彩的颜色，害我充满的好奇，没有，它就一直噗冒泡泡而已啊，没有七彩的颜色，是绿色的啊，透明的水变绿色的。啊，这是说。里面有六种玩具，其中一种是隐藏版的。哎，跑到哪去？哦，在这边。哦，出来了，隐藏版。啊，没了，没了，就这样没了。才去了男的就对了，结束。没有啦，我看我去捡一下玉，看那个玩具是什么玩具，对，它上面写的是这个六种，有看到有吗？三个男的，两个女的，还有一个隐藏的，主要是眼睛啊，眼睛不一样吧，看不太清楚，对，一个爱心吧，还有这个橡胶玩具啊，哦，它会亮哎、欸，好酷啊！太神奇了吧！还闪着七彩霓虹灯，哇，还有两段式，哦，三段，哦，它还有开关呢，哎，这只很酷哎，我看，超酷的，看，哦，赚，那就值得，没有这个。他用有用心，不是用一个塑胶玩具打发我，然后还会急闪。很酷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值得。